邪之灵。中单他妈是小炮啊！忘记了他们的存在。那怎么这个区这么多玩 AD 中路的呀？上把轮子嘛，上上把卡莎，再把又整个小炮。小炮落刀了，他学的什么技能啊？没学 E。王王口中多面堂，这也能漏刀。啊也直接被禁野区了。恐惧一旦被换成精灵，就控制不了任何人。行书任务不好过，一会开一会抽个奶茶吧，抽个奶茶，抽个两次奶茶应该是能过的。昨天没直播，早知道昨天直播给这个任务过，今天就有四倍了。你怎么才两级啊？恶魔形态各异，于我而言，这波不敢反打呀，豹女他妈在后面，要不然我就反打了。我们就不去了。现在唯有放。这被捡了个红蓝双 buff， 真绷不住了呀！这波就别打了呗，亏死了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豹女可能在旁边把药喝了。你不配送我一剑。我操，这小炮为什么这么勇啊？他凭什么敢这样跳啊？通往幻灭的路。Enemy has been slain。快来呀，我的空中支援啊，我有没有支援啊？我操，我点火怎么用不上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点火摁了半天摁不出来。升级喽！吃牛肉，帅不帅兄弟？这一拉一扯，这中单差距就出来了呀。这人马怎么感觉不太会？超威有人偷我出装，我会找他麻烦的。抖音有个那个什么，我会找他麻烦的，偷我出装。玩梗啊，兄弟们，玩梗啊，这不假的，真是假的，玩个梗而已。大家别跳带节奏了。玩够了吗？
你差点被牛头给秀了。哎呀，你炸了。在一个恐惧之间。好，我的。没办法呀，那么金老牛跟那个什么都有金身啊，我也不想雨露均沾啊，那么两个金身我怎么玩啊，一个金牛一个金豹，这玩毛毛虫啊。我队友在干嘛？我操！坏！要死了！哇操，他还有金身啊。不是怎么就打了呀，不是就动手了。操，战神，我操，五杀有吗？队友这波想卖我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想卖我。破败我也不是不出，打看打谁呀、啊、又不是无脑出。看情况出破败，或者是哦，一个 Q 全杀了。
退中退中，我这波砍错了人，要不然小炮直接被我秒了，这波又是杀上票了，这波。